有女生的你跟他吗？嗯，有。女很多，人很多。有。对，那个人的话呢？人字旁的话，不管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用，可是女字旁就只能用女生，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用神秘的那个他。大家好，我是三江。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石头妹，好大吗？耶耶。今天呢，想要问一个先生，日本人的观点来看，就是什么样的举动呢，会觉得开心这样子？什么样的言行举止会让你就是有脸红心跳的感觉呢？怎么办？第一个，如果是特别台湾的女生的话，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是不会讲那个我爱你的习惯。我们都会讲那个好きです而已，好き而已，所以喜欢而已。但是呢，就台湾人常常会讲我爱你，爱你哦。但是这个是我觉得呢，因为这个是，对，因为就没有被说过，也没有习惯。在日本的时候呢，没有被说过那个我爱你什么的。但是呢，就台湾的时候。被老婆讲的时候就哇，蛮不错哦，耶，なるほど。这招对日本男性好用哦，やっぱりストレート、こういうなんか很直接的表现是日文比较不会的，所以就会觉得比较不一样。no， なるほど。如果是喜欢的女生的话呢？啊，如果不喜欢的，不是的话，重，有一点重い、わかります。压力感，压力感，はい。啊，我比较喜欢的是一直看眼睛的人啊。好呀，でも、なるほど。え、でも、好きだったらちょっとなおさら見づらくないですか？所以那种，如果是这个开心也是我也叫一种有那种好意嘛。然后就对方讲的时候就看到就眼睛的时候。那如果假设你没有喜欢的人这样对你的话呢？就没什么感觉。哦，还好，还好，还好，就没什么感觉。但是就喜欢的人的话，就我也是一直没办法看眼睛，但是就想要的怎么办？那我以后跟一个先生讲话，是不是就一定要一直害羞？会害羞。可是如果一直盯着，然后都不移开的话，你不会觉得害羞吗？就很害羞，但是就那种感觉很棒。なるほど。没事，对吧？我有一点点变态的感觉，没有吧？对，是我们看到眼睛什么的时候就对，眼睛很真的很重要。这个学下日文单词是 eye contact， 很重要。なるほど。啊，我超喜欢的事情是平常的时候不太会化妆的人，但是刚我约会的时候化妆，啊，就超开心。特别感ですよね，有特别的感觉。特别的感觉，平常的时候不会穿裙子的人，但是刚我约会或者是一起出去玩看电影的时候，就他特别穿裙子什么的。那我想问一个先生，如果是那个女生呢，平常都会化妆，可是在你面前是素颜，那也不错，也不错哦。所以就是要，反正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对，那我是允许的人那种感觉。那所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是特别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是为了我吗？我知道，谢谢你，太感动了。原来是这样哦。所以那种弱炸的，平常跟不一样的感觉是很重要的。还有这个，还有哦，这一招超好用，而且是一定要做。那我要学一下。比如说，先生，男性的先生没有热，就是说屑屑，如果是有那种毛啊，或者是那种纸的那种卫生纸呢，那ゴミがあって有一个垃圾，然后女生一定要帮他拿。这个如果是对方没有也要做，那我每天都说，哎，先生你好多垃圾，不行，这样不行，太多了，这样的话我是怎么样的？ちょっとのそのボディタッチ，而且ちょっとのボディタッチ，而且是会靠近嘛，所以呢，我觉得男生是超级单纯的生物，我学起来所以是没有也要假装他有垃圾，对，帮你拿。对，然后我超棒。这个需要，我觉得需要有点勇气耶。
那个我下次遇到 X 先生的第一句话打到是 X 先生有垃圾，呀，家里也有垃圾，家里也有 X 先生，你是家里也有呢？你这个衣服是哪里买的？真的太脏了吧？这不盖不盖，带过度了这样。啊，还有一个我发现，还有什么？香氛的匂意啊啊，就是是不是不要太重的香水？因为我也不喜欢太重的香水味。对，但是那种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现在香氛，洗发精嘛，洗发精或者是那个沐浴露嘛，沐浴露那种，超级香。要就是有香香的味道的话，就会。我觉得这个好像日本男生真的是，对，超多人喜欢，对，超多人喜欢，真的超多人喜欢。所以就日本真的好多那种女生的那种香香的用品。很简单哦，好，那最后啊，就是我想要问一下一个先生，因为你刚刚讲说就是拿热水就那种碰触一下，对不对？那如果是那种比较ちょっとのボディタッチじゃなくて結構なんか自然な感じなんですけど、こう触れる感じは嫌ですか？あ、めっちゃ嬉しいですよ。あ、嬉しいですか？おー。フェイちゃんと会社。あいよ、なんか会話しちゃおう、然后大家会話しちゃおう、やめてよ哎呦，对，这个真的很开心。哎，这个台湾女生常做吧？对，不要这样。对啊，然后就可以。哎，他碰到我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个先生，如果是台湾男生做这样的举动的话，我会很开心。然后我想问一个先生，平常会不会这么做？什么什么什么？那你传赖的那个时候，因为像台湾的中文的文化不是。有女生的你跟他吗？有。对，我那很多都很多。有。对，那个人的话呢？人字旁的话，不管是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用，可是女字旁就只能用女生，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用神秘的那个他吗？他们什么？他们什么？台湾的女生是开心吗？所以，その女編のにって使ってくれると、なんか私はキュンと来てしまうんですよ。真的假的？ないですか？ない。没有用过，所以一个先生平常对女生的话不会用这个特别，不会，就是人字旁哦，なるほど。不，那个女生的哦，女字旁的那个女士。まあこれ台湾文化ならではなんですけど、なんか見ると、お、なんかまず理由としては、そのなんか女性として見てくれてる感があって、あと二つ目はなんか私のために変換してくれてる。ああ、イメージなんかファンなみたいな。めんどくさ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もう完全没用过。那我想再问一个先生，因为就是也是关于这个文字方面，因为可能女字旁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开心。那如果呢不是用女字旁，我觉得也没关系。你用人字旁的话呢，那我希望就是你是一直都用人字旁，不要一下人字旁一下女字旁，这个感觉你可以理解吗？因为我跟日本女生讲这个，因为我说她如果一下人字旁一下女字旁，我会觉得有点那个適当な感じ，就是觉得说对，所以如果觉得。就是他用人字旁的，我也需要希望，就都那个你会觉得没得塞的可能。你以为是我是一半一半吗？对，啊，我懂了。这个是我懂，这个可以理解吗？这个会理解。啊，这个可以理解哦，好险。不要随便用的，就要用的话，你是不要，要不然就。そうなんか統一してほしいんですよね。ちょっとすごい変な、はい。但是我没有用过那个，我好像没有用过女字旁的你。啊耶。他是有他呢。啊，他会有这样你不会吗？他会，为什么你不会？因为就他的话，我好像是学校的时候用，学过的样子。男性的话这个他，然后女性的话这个他。那你是我没有。因为我发现好像台湾就是比较社会人士，或者是通常好像是30岁以上的男生，好像都有变换的习惯。因为像对，就是我有问过，就是说以前的学校教育好像都会教你一定要这样。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见得这样子。对，那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想问一个先生。那谢谢一个老师。加油！今天非常谢谢一个老师，好有趣哦，好玩，对，好好玩哦。好，那个我们的其他的类别影片在这边也可以看看，还有一个老师的频道也记得要订阅哦。来吗？对，谢谢。那我们还有 Facebook、Instagram 就用中日文在分享资讯，也请大家看看。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下次见哦，拜拜。加油！好不。
好意思，那个好像不小心讲太。